条叫 Alice 的鲸鱼，她身边从来没有朋友和亲人，因为她发出的频率比正常鲸鱼高一倍。可能 Alice 甚至不知道自己发出的频率是错的，唱歌时没人听见，难过时也没人理睬。世界上有一条最寂寞的鲸鱼叫 Alice。 这个世界里有很多很多人都是 Alice。